孙悟空能杀死死侍吗？一边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一边是大闹漫威宇宙的死侍。猴哥咱就不用做过多的介绍了。先说啊，能与猴哥抗衡的只有一个版本，那就是漫画《死侍屠杀漫威宇宙》中的死侍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死侍被 X 战警绑到了精神病院，一位叫杨永信的医生给安排了一场十万伏特的电击治疗。强大的电流让死侍觉醒了超强的能力，我们可以把这种能力理解为我不吃牛肉，就战力开挂无法无天的状态了解吧。死侍凭借治愈因子加上一把碳纳钢双刀，从纽约杀了华盛顿，从二次元砍到多重宇宙，什么金刚狼、美国队长、蜘蛛侠、钢铁侠等等一系列超级英雄全部成为了死侍的刀下亡魂，这不妥妥的漫威不吃牛肉敌人吗？再看猴哥，虽然也很强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过分，上面起码还有观音、如来佛、菩提老主管着。至于猴哥能不能杀死死侍，个人觉得五五开吧。死侍这玩意儿杀不死，猴哥也没必要与他纠缠，先把根毫毛变化个几万只猴与他打，本体该干嘛干嘛。